第二十三题，兰雅将某种元素颗粒放置于燃烧池中，在酒精身上加热，待起火燃烧后，将燃烧池放入充满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，发现继续燃烧，则此元素最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它可以在二氧化碳广口瓶中继续燃烧，就表示它的活性比碳大，所以可以把二氧化碳氧抢过来，让它继续燃烧。而选项中里面，碳、钠、氢硫里面活性比碳大的就只有钠，所以第二十三题问我们说，此元素最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钠。